好的，好，这是番茄给大家带来的《皇室战争》，又到了我们今天的打怪开箱了啊！还是答应我们那个群里边的小基友啊，速度到八级，八级开锦标啊！这当时其实番茄到八级很容易的啊，你看看就知道了，对吧？瞬间八级了没有？你看我开了这么多箱子，还没有八级，送点东西也八级了，切个蒜那必须啊！番茄。粉蝼蚁番茄，这个叫艾滋病，我靠，这个叫卡准没了，什么鬼啊？啊，宇宙第一帅的番茄佬，进吧！为了番茄，我靠，这名字都叫出来了，瞄了个咪啊！你们这么多人加到我只有一个位置啊？对，番茄只有一个位置怎么办？你说我让谁加？啊，那我只能选择一个都不加，啊，希望大家理解一下，不是番茄不加你们，是真的是位置不足。我如果把这边都加满了的话，你们就一个都不能要通过了，就没有提示了。番茄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吧，如果你们真的跟番茄玩的话，加番茄群也可以，450-428-657，450-428-657就可以了啊。好，我这里可以把小皮卡升下去，现在可以换大卡，小皮卡。好，倒没说什么了解啊，现在也可以换大卡。双法师我觉得用起来有点累赘，索性换个女武神，那这样就可以了。走，这套卡是带防守了，我之前那套双法师卡是不带防守打对攻的，这套卡的话带防守，基本上我打个几把赢了之后应该有望把我那个小皮卡升级，因为升一个是加100点经验，只要再升4个东西我就可以那个就可以那什么呀，我就可以那个干嘛来的，对，没错，我就可以升4个东西，我就可以升级了，我就可以八级了。来亡灵，好，可以转的一毛，对吧，转的一毛，瞬间打掉所有东西，你够了啊！你够了，你这个放的够了啊！你有费吗？把这东西所有放完都没费了，那你不等死吗？那我就打你这边，这么小的事儿。哦，兵法 ，Oh my hey，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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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my hey， 太他妈屌了！我只能这么去形容你了。我妈嘿，是吧，兄弟们？真的太他妈屌了啊！太屌了，太屌了，真的太屌了！转，转一下，漂亮，全部搞定。那边屌了好几下，但是有钛金卡就是屌，对吧？我们这没有办法，人品不到家，没有钛金卡，再来一次呗。啊，对面打的好好狗啊，好狗，我只能这么说，对面打的好狗啊。狗就是那种好猥琐的意思啊，兄弟们，对面打的好狗啊，好猥琐啊！哎呸，被戳了一下，坦白了好大一块血。火球等级也好高啊，直接可以秒我法师的，这点我觉得好难过啊。兄弟们，别人等级这个好高，直接秒你法师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好难过，没法子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欧玛嘿，欧玛嘿，欧玛嘿，能把这个欧玛嘿给打掉的话，我觉得这还不亏的啊！上歪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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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歪了。好，打掉。哦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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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过来，打过来，打过来，这把过来。哎，对面这套卡好狗啊，好狗啊，好狗啊！其实他的核心卡就是这个男兵法，如果他没兵法的话，这套卡肯定组不成这样子的啊。啊，针对这种好狗的好狗的阵容，我也没什么话说。好狗，好狗，好污啊！他这套卡只能这么说，好污啊！好的，人家那个火球等级高，直接把我法师秒啊，对吧？你别笑，有什么好笑的呀？人家总会碰得到比你等级还高的，直接把你家的后排秒了。啊，我火球没有他等级高，所以我秒不了他的那个。我火球只有五级，我要七级的火球才能秒到他的那个六级的小炮，六级的火球可以秒掉五级的法师，就这样子啊。哎，这没什么，很正常。这把输了，我觉得一点都不怪谁的。好，你看，这个同学只有六级，
六级我不信你能赢番茄，就算你操作再好都不信你能赢番茄。这边什么番茄操作很犀利啊，输在哪里呢？输在我这个卡的实力不济。对，我绝对不是找理由，这有什么好找理由的？你他喵这么玩的，这么玩没朋友啊？啊，真打到了。咚，漂亮，还要上歪了一点。可以啊，无所谓啊，不过他女武神出来了我就不虚了啊。我一直虚的是他女有女武神，你看到没，他女武神出来了我完全不虚啊。出得好就等你女武神。哎，什么东西，这什么鬼，你个大块头怎么搞啊，送你这么小的事。大块头不就完美解了吗？其实这亏的五费，他五大块头也是五费，我还丢了个三费的苍蝇呢，这么想想还是挺亏的啊。不过他那个女武神没了，我可以放心的出了。对，我知道他后面没有女武神了，我就放心了。啊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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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骷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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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下倒的小骷髅。啊，苍蝇还苍蝇还，你看你看你看，他还是要等他的女武神啊，就是他没有女武神我其实根本不虚他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如果他没有女武神的话我根本不虚他，就关键他还是靠女武神啊。就他这个房子在哪边我们打另外一边就可以了，番茄教你们一点都没错，就这么玩。这房子站中间的话你说怎么办，那中间我就没办法了。五五，好，跟个法师，这是我的 A 计划，还有 B 计划。B 计划是守住他一波之后的话，然后反打。B 计划，对，有 A 计划，有 B 计划。小雷直接教你做人。啊，有 A 就要有 B 啊！这他妈这个飞桶偷掉我这么多血啊！飞桶几乎把我的塔给偷爆了，好样的牛逼啊！我能说你怎么这么牛逼吗？对吧？是他里面有女武神，他没有女武神，这波他桶子要偷我家的，我留个小店就可以了。对，我留个小店就可以了，留个小店就可以了。对面桶子要偷家。不说好筒子偷家的吗？啊，对，筒子偷家。五，哎，好污啊！你的，我靠，又碰到一次好污的阵型啊！我前面开就是什么六局的打不赢番茄对吧？我怎么又碰到一个好污的这个套卡？这套卡怎么这么污啊？你别看它等级是六级啊，这卡的等级你看到没？紫卡是两级，我紫卡就两级，它其他卡除了大块的比我等级低一点，其他都跟我等级一样的啊。这他妈这套卡好污呀、啊！我要换筒子了，不管了。你们这么污真的好吗？逼着番茄也换筒子，筒子呢？哎，我筒子呢？啊，不管了，我要换筒子了。这不是你逼我吗？啊？啊，番茄换筒子上了啊！都不带防守的，群也丢两下筒子也开心的，我也去换筒子去了。话说飞桶的话是番茄说的，这个版本飞桶强势，我怎么自己就不坚持一下呢？对吧？我自己说飞桶强势，我自己不坚持一下，这肯定是不对的啊！我还是要把桶子这个东西给发扬光大的啊！后面女武神先上个亡灵，知道你特别的女武神，来女武神，啊小雷啊，女武神呢？对啊，你还不是得上女武神吗？有什么区别呢？但一点惊喜都没有，就知道你后面会找女武神。好，筒子，筒子，杀后面一盘。他炸弹兵不需要。好，当我没说啊。不过没关系，骗了个小雷，骗了个小雷赚了啊！只要骗了个小雷就赚了，不打对攻吗？对对，来来来来来，互相伤害。来来来，互相伤害。
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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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想钻死我？钻死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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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砸到一下啊！不就筒子吗？我也会了呀。不过他把女武神打出来之后，我后面又可以放心的上大快乐加法师了，直接怼在前面上。哎呀妈呀！妈妈咪呀！还好对空手他还可以，不是那种对空很缺乏的啊，还可以啊。哟！他小雷其实也没用，至少能喷两下，再喷一下，爽了。这里还喷的还是很爽的，人家又有一个女武神啊、哎、女武神就女武神呗，难道有女武神我就不上大块头吗？对吧，有女武神难道我就不上大块头吗？有女武神难道我就后面不上法师了吗？我倒是乌鸡子弹、啊、雷可以躺着呀，女武神怎么会上两个呀？啊，懵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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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懵逼了懵逼了懵逼了。哎，不对不对，女武神怎么会有两个呀？他不是刚上过一个吗？有复制啊。他妈的，他第一张复制卡我居然没看出来啊，我是到这么后面才看出他有复制卡。两张女武神都上了，你还能有女武神吗？嗯，这就是番茄很好奇的一句话了。这么多女武神都上了，你还怎么来女武神？雷 ？Oh my hey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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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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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波可以。左右法师 ，Showtime， 这东西扎不死啊！倒没说，真的屌，这都扎得死。小雷都出国的朋友，你等死去吧，等死去吧，同学！一个火球带你走，不就这么污的套路吗？我也会用啊。看到没，这不是番茄刚刚实力不济啊，是对面那两赢番茄两把那个套路实在太污啊、真的受不了，现在人怎么套路这么污啊。啊，再来吧，哟，这边哎，小皮卡还想守一波的，丢丢丢，可以，好，直接掉你一大半。你觉得你赚了还是我赚了？啊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觉得你赚了还是我赚了？啊，你觉得你赚了还是亏了？他觉得他赚了啊，他觉得他赚了啊。啊、你们觉得他赚了还是亏了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他赚了还是亏了？他觉得他赚了啊，你们觉得他赚了还亏了？番茄也不知道，不是很懂啊。哎，打我小骷髅呀、啊！你他妈打我大块头干嘛呀？他妈的小皮卡真的不讲道理啊！哎，不管了，火球吧，本来不想放。真的烦啊，你觉得他赚了就亏了，我觉得半斤跟八两啊。啊，这个是送的，他这个估计要故意推掉我一个塔。其实番茄无数次说过，如果你上手这么推掉一个塔并不合适啊，我一直这么觉得的，你这么推掉一个塔其实并不合适啊。你觉得合适吗？我觉得并不合适啊。这个基地你要推下来多难，三千血有点难啊。不要打你家番茄，
这就是一个火球的事儿啊。好了，还有70点血，打另外一边。70点血的话，一个小雷就可以解决了啊，一个小雷好像解决不了。哎，一个小雷能解决吗？我70点血，我自己都好奇了，试一下。不能解决，果然不能解决。哎呀，我怎么觉得我一边都打不下来？我怎么觉得我就输了呢？哎呀，我怎么就输了呢？那筒子放后面放什么意思呀？小看我了？哎，不对不对不对，这波时间不够，如果再给我一分钟的话，那也没有，我这边最多只能打平。那我怎么就被他野猪给偷下来呢？啊，这套战术也太污了！你怎么能带皮卡带野猪呢？我也试试看。啊，这都是太污的战术了，太懒太懒。哎呦，5张野猪，爽爽爽！啊，番茄在不在直播？啊，用你卡，看看你什么卡？靠，你要我怎么用？开玩笑嘛，我也没有大天狗。哎，我可以升级小皮卡了。我也可以用小皮卡了。哎，这么污的战术我也可以用一次了啊！来，使用。哎，女武神要毛女武神，小皮卡好。然后的话，法师其实有点累赘了啊，换一个，我换一个，换一个，好，野猪吧。对，法师有点多，用不到。野猪换女法吧，女法这种没有男法好用。来，这些。靠，你的套路也不想想番茄有没有这卡，你就用你的套路，真的是。好，我来播强劲的啊！耶，这东西怎么跑？这他妈这套路怎这东西怎么跑？突然我就懵逼了。来，不就大块头吗？又不是只有你有，一刀没死，两刀，对，一刀不行就两刀，两刀不行就三刀呗。一刀，爽，哎，屌，打爆你个塔，一刀，没续下来，没续下来算了。跟我玩这种套路有什么用？除了上手你那个亡灵大军真的是吓尿我了，其他的话有什么用？番茄这张是著名的以不变应万变啊，棒！哈，什么都没看到，你们什么都没看到，空大！哎，我好蛋疼啊！我怎么会这边还空了一个火球的呀？你说我急什么呀？我等他把我三个亡灵吃了，我再火球不好听好吗？啊，无所谓，这种东西的话让对面想。你说就跟我们中国打乒乓一样的，不让对面几个球，那谁还跟你玩？是啊，还是我们让对面几个球的，不让对面几个球，没人跟你玩了，那你都没意思。迎风一刀斩，没斩掉，再来一刀。哎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这都不是事。这个不行就换这个呗，对吧？这个不行就换这个呗，无所谓无所谓，让你个塔。对，哥哥很开明，让你个塔就让你个塔。说让你个塔就让你个塔啊！说让你个塔就让你个塔，不就回来了吗？对吧？说让你个塔就让你个塔，让我立马就追回来了。哎，这回没续好，这回没打好，多少有点问题啊！来。全部打得完吗？打得完。好，等他那个火，正好等他地狱塔没啊，我们大波头大块头一波，差不多他地狱塔也没了。
一刀，一刀续不死啊，这才最蛋疼的地方。按道理说，人家那个是应该一刀能续死啊，打不掉上。皮卡等级低啊，皮卡等级比法师高一级，一刀能续死，高一级高两级，好像是我忘记高一级高两级，反正高点等级之后，皮卡是能一刀续死法师的，续不死法师的话那就废了啊。咋了？哎，来看看啊，大块头加皮卡加筒子，牛逼组合，大块头皮卡筒子流，要你命三千。啊，对对对，爽爽爽，你以为就对你没办法了吗？哎呀呀，你这东西方法好呀，你放歪了，靠，是你的锅。你他妈把这个骷髅兵放这么歪，你让我怎么捡？你放这么歪，好，大家血掉的差不多。他把那个亡灵烧往后放一格，什么都解决了，还被他摸了几下，啊，怪他不好，这不是番茄的锅。番茄这边打出了自己的套路，打出自己的风采，几个意思啊？啊，我也会。对吧，我也会啊，这有什么，我会在后面上这个呢，你会吗？啊啊，雷电雷一下，对，砍到啊，不雷这一下的话我小皮卡这刀是砍不到的啊，手起刀落这一刀，几个意思？送个法师了，什么都不上去送法师了，单法师拆加流吗？那只能碰到一下，没用啊。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，再来一次啊，这回费跟你一样多了啊，不要老想着你想赚我。对面叫双法，这是番茄用玩剩下的啊，这我们实事求是，这是番茄玩剩下的啊，他不止双法，他带了一个炸弹兵，那你说真的这么好，这么玩的好，不止双法还炸弹兵，番茄玩剩下的。哎呦吼，爽！哈哈，你说爽不爽？爽！一刀，什么东西都是一刀，东一刀西一刀，这里一刀那里一刀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。四费减你五费，筒子随后跟上。哎呀，狂暴都出了，哎，打掉了这个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样我可以多赚一个，少了一毛，就是要你打掉这个，不打掉这个我怎么多赚一个呀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这赢的第二把不容易啊，兄弟们，这赢的不容易啊。这种他们等级都很高的，对吧？这番茄都用不了这种卡，我也想要这种卡，没有啊。对，有一种情感是羡慕、嫉妒、恨啊。那番茄这种看到我们部落里边几个人的卡，就是羡慕、嫉妒、恨啊。好，我来套高端的了，来套高端的啊，看好啊，大块头。对吧，这是阳弓啊，这是阳弓啊，这是送的啊，那十弓是这里，对吧，大块头是拉仇恨的啊，啊，然后所有的输出全部是在这边，震惊了吧，哈哈哈哈，震惊了吧，就是这样，立马打到你震惊啊。大块头那边是阳弓，真的是拉仇恨，就拉住他后面部队的所有的仇恨，然后的话用所有的一套野猪加筒子打他另外一边，结果我亏了，就这样。这是番茄比较新奇的一个套路，对吧？见过没？很牛逼的啊！可以再来一次啊！可以再来一次啊！可以再来一次。好的。
然后我可以野猪啊，野猪攻击他，老筒子啊，知道你后面有小炮有什么用，哥怼你还跟你话说这个啊，屌屌屌屌屌屌，这小炮能把我这个塔 A 的不要不要的，对吧，你们看知道吗，对吧，这小炮能把你这个塔 A 的不要不要的，不过这么看起来我是不是又赚了呢，对吧，这么看起来是不是番茄又赚了呢，就这样子啊，牵扯流番茄可是很牛逼的啊，拿出自己的优势打牵扯，哎，我也来一个，大家留个小皮卡的费，直接上小皮卡，对，直接上小皮卡，统治一波，牵扯一下，现在越来越紧，漂亮，那这边你的塔也没了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这边你的塔也没了，一刀流就是爽，迎风一刀斩，你说有没有雷，说我雷他干嘛，闲了蛋疼，现在王脸也没放好，火球树爽，哎，还想占两个塔，那你家就没了，还好你没占下这两个塔，怎么样兄弟们，牵扯流啊，其实有的时候就这样子，你干嘛这么耿直呢，打得一本正经呢，啊，干嘛这么耿直呢，番茄这边的话建议大家不要这么耿直啊，好，最后一把，希望这是最后一把，我已经打了半天了啊，再看对面什么套路啊，所以有的时候嘛，没有套路比套路强，发现了没，番茄刚刚那种打法就是没有套路打法，就是乱拳打死老师傅啊，所以没有套路也挺强的，有套路也挺强的，怎么都挺强的，上错了算了，管你那么多，你这个东西能打了多少血，一刀毛用，哥哥都不虚你，让你一个野猪打，你能野猪打掉一个塔吗，啊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能一只野猪打掉一个塔吗，不行，那我可以，你觉得谁赚了，两下，哎，喷两下也可以，爽一爽，对吧，你能一只野猪打掉一个塔吗，你不行，但我可以，他一个野猪打这么多血，他野猪多少血，多少攻击量，我是满血的塔被一个野猪打成这样子的，想想也真是够了啊，管你那么多，就是干，成天我这站，又来了，你当小皮卡假的，手起刀落是一刀啊，想他喵的弄死我家的那什么东西，这么容易，啊，哥哥是这么容易，手起刀落，算了啊，没有打到，这火球还是要解的啊。不然就没了这塔，对，这火球不解这塔没了，我这塔还在，让他，让他还有个念想啊，啊，无所谓，我们拖点时间啊，不要这么急着进攻，因为还有一分钟，我在一分钟的时候打爆他的塔，同时守住我的塔，这才是我们要的一个结果。打这么污的套路，我怎么又用起这么污的套路了？其实说实话，番茄不太喜欢这种带筒子这么污的套路，我觉得这种套路好赖皮。我只能给你这么个想法，我觉得好赖皮，我觉得没有意义，你知道吗，这么赖皮的套路，这么污的套路，谁他妈的想出来的，真的，我只能说这个套路好污，是不是好污，好，最后一分钟到了，偷他塔去，左边都是阳光，实际打在这边啊，来得好来得好，咚一下没了，对啊，这都是阳攻啊，实际打的是另外一边，手起刀落是一刀，六级的小皮卡啊，五级的那野猪也让你死啊，让你输得心服口服，
最好的防守是进攻啊，这时候你就往前进攻就可以了啊，这时候就这样进攻就可以了。他特别的敢真的推掉你啊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真的敢推掉我？推掉我就三冠。好的，那我们那个今天视频做到这里就结束了啊，巨星宝箱，巨星宝箱，哦耶哦耶哦耶啊，那我们下期争取到八级啊，下期番茄争取到八级，那我们下期再玩，拜拜。